リダの、お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豪神リダミーティング、ヨコソ。各位领导人，大家早上好，好、哦、欢迎来到豪神有约。啊、呃，那在呃三天前，好、呃、非常感谢日本呢赠送一百二十四万剂疫苗给我们的台湾，好、呃、充分展现了大爱无国界。啊、呃，因为我们现在是地球村。 哦，国家跟国家之间呢，要像邻居一样，要互相的帮忙，所以非常感谢日本政府哦伸出援手。而今天的豪生游约呢，就跟日本有关，啊、哦，因为这位领导人来自日本，但呃他是台湾人，他在日本待了很长的时间，呃，那在两年前呢，因缘际会，呃，认识了 l e 他用最快的速度。 成为日本的第一位飞马领队，他在日本跟台湾都有呃有很优秀的厨师伙伴，然后他的呃团队名称叫做丰盛团队啊、哦、丰盛团队。那他呢个性非常的乐观，非常的积极，充满热情。他影响很多人来到 Reway，而且帮助很多人找到健康跟财富。 同时呢，她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在努力呃做立位之余呢，她不忘去宣教啊、呃，而且带领非常多人觉知信主啊、呃，所以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可以说是上帝派的天使啊、呃。所以，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她来跟大家见面。先啊、呃，现在呢，就借由大家的掌声来欢迎日本第一飞马领队黄立新。 哎，立新姐，听得到吗？哎，可以，嗨，大家好。那,那好，再跟大家呃打个招呼好了。OK，好，啊、呃，呃、谢谢燕豪给我这个机会啊、呃，让我可以啊、呃、第一次啊、呃、可以跟啊燕、呃、豪所有的团队啊、呃、见面哈、啊。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のお元気ですか？はい、今日は素晴らしい日で、向かいしましょう。 呃，谢谢各位呃给我这次的机会，也一起来参与啊、呃、这个本世纪最大的商机，啊、呃，当然呃我是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啊燕豪的团队，我也相信这有上帝的美意，谢谢。哦，今天我知道多呃、嗯、也很多日本的伙伴都在线上，好、哦，那我想跟日呃跟跟李丽欣姐呃请教一些问题，啊、哦，因为我知道说你在日本一段时间。哎 那正确的话，你在日本是待多久的时间呢、啊？我是二零零三年到日本来，然后差不多到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啊，回回台湾，然后差不多二零一五年的时候重新再回到日本来。哦，所以前后时间加起来，好像算起来好像还不到二十年呢。不到不到，差不多十五六年。对，真正住在这边的话，这样子。 哇，那你的日文怎么可以这么好？<laughs> 感谢主。因你你去日本前会讲日文吗？不会，差不多有 YMCA 上过三个月的基础而已，<会>其他什么都不会。哇，那厉害！好，那当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机缘会去日本。呃，我二零零三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啊、呃、结束婚姻，然后只是想重新开始啊、呃，因为。 在台湾，蛮就是有一些朋友，那总是会问关心你，那就每次关心你就每次解释一次。那我想说，还是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找个，呃，就是重新可以开始。哎，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机。对。哦，所以呃，所以其实当初是很匆忙的去日本，还是有计划性的去日本？ 哦，oh,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计划，因为那时候压力蛮大的，又有躁郁症，又有忧郁症。然后我是蛮特别的，其实我我去来日本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啊，只是有一张电话号码是啊、呃，我的同事他的同学在日本这边住在学生宿舍，然后我去啊、呃，跟我那时候在上班啊，然后跟我的董事长跟他请辞，他说你就留心停止。 结果有一个人要去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们这边聊，他就问我说：“你去日本要找谁？”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那不是很危险嘛？”那就给我啊一本圣经跟一一个教会的电话号码，我就带着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民宿，一个教会的，一个教会的那个姐妹的电话号码，一张回程机票，二十万日币啊来日本。这是我二零零三年的时候的状况，这样。 不很勇敢嘞，二十万日币台币带多少？多少钱？四万多块。对啊，因为想说去也不知道可以待多久，<laughs> 就是只带那么一点点、啊。然后人生地不熟，就凭着两两个电话就这样子去勇闯日本了。对啊，对那时候就是想离开，不好像有一股力量哦，就是也就是要想要安静吧。 哎，那语言听不懂的刚刚好啊，不会那么吵。<laughs> <laughs> 好，哎、欸，好好主意哦。好，好，那那呃，我这样说你，你其实你之前也有做过直销，是在台湾就有接触过吗？还是去日本再来接触？其实我哈、哦，我、嗯、我的有三段呢。第一段呢是呃，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开服装店，然后我是做服装批发，那时候呢就是很认真的。 呃，工作，然后有一次刚刚好就突然间就招小偷，里面衣服全部被搬光。然后那时候我的市职会的会长打电话给我说：“哎呀，你那个有一个没有风险的啊、呃、生意，你要不要来看看？”那时候我是接触到第一家，然后就哦，哪有可能不用囤货，就是没有风险的。以以以前就觉得啊、呃，做生意工作就是要买产品买货，然后。 开店这种好像是传统的模式，所以第一家在台湾就有经经历过。然后呢，后来第二家的话，就是我二零零三年来到日本。来到日本的时候，诶、哎，我跟我的房东，他就问我说：“你来干嘛？”我说：“我来这边找机会。”然后就聊聊，他就问我说你：“你你可以做什么？”我说：“嗯，我以前有卖过珍珠奶茶哈，<laughs> 就就跟他一起。 就跟我妈妈借三百万日币，哈，一百万台币，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做，还风行这样，第一波过了，第二波还没有开始，结果呢，哎，还赚不错哦，生意都客满，还排队，最果他就跟我说，哎，他要跟我涨房租啊，然后呢，呃、不然的话他就不给我签证啊。 那我想说，你没有给我签证，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就写一张放弃书，就全部都给他了。然后那时候呢，我在想，就是说都有风险。那如果可以找一家啊、呃、直销公司，那我有一点点的经验，那剩下一年的签证，反正回来也是零。那剩下一年签证，好像三百万就换两年的签证的感觉。<laughs>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看看。 有没有机会哈？那边打工，那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在发传单，啊，发传单一个月六万块啊、呃，八万块的日币。那当时我的房租是六万，所以呃两万块生活费，那两万块生活费台币才六千美，<哇>啊，我要在东京，<laughs> 那就是有股力量。可是那时候我就还是去教会，我虽然跟那个。 啊，呃、房东，房东也是教会的人，可是我就觉得那那是他啦，那我反正在人家屋檐下嘛，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哈，所以我就想说、呃，啊出来剩下一年，我可以做什么？留在日本，反正一年的时间，如果有给我翻身的机会，哈，我就再找。那刚好偶然的机会也是，在开珍珠奶茶店的时候，跟人家捧场了，买了一个产品。 然后后来吃的还可以，我就到那家公司去。到那家公司去的时候，就有一些经验，因为前面有一些经验，那我就边发电话卡边做，啊、然后就做到有一点点的啊、呃，成绩出来，这样子。对，嗯，但那时候的收入就是够你生活吗？呃，刚开始一定不够嘛。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边发电话卡，然后边边他那个是属于。 营养品嘛，哈，然后第一次的第一次在台湾接触的是跟啊是属于太阳限制的嘛，哈。那第二次接触的这一家就是双轨的，然后也不懂嘛，还不懂。那你看，我又回台湾学完之后再回来做，嗯、然后哎，第二家就做的还有一些成绩哦。然后六年的时候我就准备要退休了，啊、做了六年就退休了，哇，就是 <laughs> 就是。就是 觉呃，因为就是在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当我决定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废寝忘食的把一件事情对自己交代吧。然后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呃结束婚姻来日本的时候，我有孩子都还在台湾，然后你想学费什么都我们要寄回去给他生活费哈。那当然就是我的动力，就是我的两个孩子想说。 呃，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来日本生活哈。所以那时候就是完全有一股动力推着我，只能往前看，不要不能想太多。对，哎，所以在前一家其实也算有一点点成成绩，对，还可以，嗯。OK，做六年，那后来六年之后有，后来就没有继续做嘛？就是你经营六年之后，我因为公司的。 资源不够，就是我们都是要自己开发嘛。当然做什么事情也都一样哈。嗯、那当然就是制度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关系。然后我我就，因为他那个也是属于国际性的，我觉得啊、呃，我在日本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哈。我就想说搬回家，那跟我的孩子也可以住在一起。所以当时我也在日本都有买房子，所以就日本就是有那个叫。 我拿钱就换房东了，你换一下，他就继续收房租。那我也是想从十五岁开始就半工半读嘛，那差不多，哎，四十九岁了，四十八、四十九岁了，应该在五十岁之前，我的目标就是呃，在五十岁就应该可以退休，要的不多啦，就是生活可以哈、哦。然后你不工作也有收入这样子，那我就回台湾，我想回台湾。 然后呢，可以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然后也可以陪他。那因为人生上半场，啊，你可以全力冲嘛。那下半场可以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是这样，嗨。嗯，所以其实你在呃，借助绿位之前，那时候就没有在做另外一家嘛。那你那那段时间的话，你就是当包租婆嘛。 <laughs> 对对，真的对。然后我真的很奇妙，我真的真的要讲一下。嗯，我本来是已经放弃日本的居留权，就全部搬回去了啊。然后二零一二年，呃，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二零就是六月嘛，所以六月七月对我来讲，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这不六七月的时候，我就去接触福音啊。以前当然是在日本有接触，也是。 教会，可是那种没有感动。然后这次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接触教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感动。然后我刚好在二零一二年的最后一天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二零一三年开始，我就等于差不多就开始在教会。我觉得哇，充满喜乐。然后呢，呃，因为我也不用，因为生活我们就觉得安定啊、哦，还可以啦。然后我就传福音，学习。 透过一个没有一些利益关系可以去关心人，哈，然后也去体会到这个上帝创造人的为什么他会让你前面走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呃高低不平的路，哈，为了是要成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那个传福音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喜乐，所以呢，我就在教会好像，好这就买的房子也是为了教会买的，就在家里。 买了，台中的买了一间房子四十几平的，然后呃室内平数四十几平，我就可以做二十二十个人的聚会，做小组长，然后一个礼拜去教会去三四天这样子。哎，对，这个是那时候就在台湾差不多住了三年了。嗯，哦，所以你现在新会来聚会嘛？那如果你没有进来聚会的话，那你现在你觉得你应该会在做什么？ 我当时在呃还没有做例会的时候哈，我现在讲一下，还没有做例会的时候，我就是很奇妙，这这一点一定要讲，我就很奇妙，有一次在教会服侍然后来啊、呃、就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一股声音就说你要回去日本了、啊，然后你要把你曾经做的事情重新做一遍。 然后你要回去报恩，就这样子。然后他讲日文，讲中文，讲台语，讲给我听。以后在祷告的时候会有听这种声音，哦、那觉得哎，这是什么？后来呢？啊、哦，那就有感动，就搬回到日本来。那搬回到日本来的时候，我就在大阪我自己的房子的一楼成先成立教会，所以做了三年，做了三年的那个啊、呃、宣教传福音，就开了教会，这样子，哎。 对，所以呃、嗯，说我还没有进来立会之前，就是在教会啊、呃，就是做宣教士，然后每个礼拜啊，呃、礼拜天开教会，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找人家聊天、喝咖啡，就这样子。<laughs> OK，好，那那<对>那那,那当初你是怎么知道呃立会这家公司的？立会哈、啊，真的是，我真的我我，所以我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我呢。 吃的营养品吃了一二十年哈，然后突然间就更年期哈，那也差不多更年期，五十六岁更年期也不奇怪，五十七不奇怪。然后主要是我母亲突然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她是去中国去旅旅游，然后回到台湾去的时候，突然间她就。 呃，脚脚脚就很痛，然后送到医院去，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对我来讲，这个是比较不可思议，因为我们都一直有在保养哈、哦，然后吃的营养品吃了十几年。那后来呢，因为我开民宿的关系，好，因为我一楼做教会，然后二三四楼做民宿，啊，就很多的朋友来这边，然后日本那时候也。 这时候很流行英镑多，就是啊，中国或台湾的人来这边做干细胞。那干细胞是那种自体的干细胞，那很贵，因为是自己的抽出来，然后要培养，要五百万日币。然后我的朋友呢，啊，他就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客人叫我帮他介绍这样子。那我就因缘际会的关系呢，因为我其实电脑也不会啊，然后我就喜欢看 YouTube，我就上去打一下干细胞，那当然就有一些干细胞的信息跑出来。 然后就慢慢慢慢跑，就跑出来例会。哎，这例会是什么？那我就开始看。那看例会的时候，哎，就看到很多的见证。那我就把例会那个更年期就把它打进去，说哇，很多人就是更年期改善呐、啊。还有，那我就把那个六包刺激赶紧就打进去。哇，就看到这么多的见证。然后后来就看到豪神的分享。哈、哦，我现在看到豪神的分享的时候，我就听他在讲那、这个。 啊，健康革命呢讲得非常的好哈，然后啊很有呃很有那个呃，听来就是简单易懂，然后对这个产品就很很好的印象。那很好笑，因为当时是我在日本嘛，那我就马上查一下看看日本有没有哈、啊，有没有，就想要买自己想吃，那也想要买给我的母亲吃这样子哈。然后我就打电话去日本公司，然后他说。 啊，因为日本呢，现在那时候刚刚开始一年多哈，二零二零一九年哈，二零一九年的诶六、哎、月多嘛，好六月多，然后就打电话去，然后打电话去的时候，那个公司因为我是投资经营嘛，我不是日本配偶，那我也没有永住，所以我就必须要在台湾，在台湾加入才可以，好再加入可以。 那我在想说，哦，那因为我有一点直销经验哈，我知道上线很重要哈，因为这个是火车头，你怎么带啊？这个文化面非常重要，你怎么带、怎么训、怎么教育他，它这个好像是血脉嘛，所以我要找一个呢，是一定第一个哈，因为我已经是在服侍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有共同信仰的，这是第一哈、啊。第一个跟我有共同信仰的，第二个呢就是啊。呃 他整个的基本态度，哈，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的，我是往前冲的，哈，我必须要有一个啊，一个好的领导人来带领我，就是有智慧的。然后这个燕豪是唯一之选，哈，我觉得他是很谦虚，然后呢，对团队他永远都、就是永远都是微笑，哈，然后最重要的是刚开始是找不到燕豪，我就祷告，最重要的是这个真的是要。 说给大家听，真的真的是我要感谢上帝啊！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早宴好，可是因为我呢，其实我是在 YouTube 我看了一个礼拜，我先先看产品完之后，我就先看就过来看制度，因为呢，这个制度会取决在，如果今天只有吃的话，那就产品力就好了。可是如果今天要进来经营的话，你要知道怎么样在短时间可以让人家有收入啊，因为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来源。 过来的话就是文化了。这家公司它整个怎么样对直销商，他的态度，他是跟他是生命共同体，还是啊、呃、利用这个？也不要讲利用是不好听啦就是说我们跟他是合合作伙伴呢，还是只是他一个直销商而已？啊，这个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最重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世代交替，当你这个世代交替公司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教育训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流失，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是从啊、呃、整个的产品啊、呃、制度还有文化所以接下来我就是上线啊找到上线，这个上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是啊、呃、叫做呃拯救。 贫穷大作战，<laughs> 我就开始不是拯救你，是要帮助我。接下来我的朋友要拯救这个贫穷，有两个健康的跟经济的，所以我就找啊，哎、欸，脸书也找不到，哎、欸，找奇怪。然后呢，就是我的澳洲的姐妹非常的好哈、啊，找到豪神国际企业。然后呢，因为打电话去公司不，公司不可能嘛，就是是这样子找到，然后。 那找了一个多礼拜啊，我就是每天的就是祷告，哎，祷告，然后神就帮我开路，然后我们就我就找到燕豪，是这样，这是很奇妙的。那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我为什么找燕豪，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呃，燕豪在啊京都，在那个京都变装秀的那一次，他在做那个 charity，就是啊、呃，就是慈善拍卖会。 啊，慈善拍卖会，他捐的啊，买了那个勋章哦、啊，其实他不是买勋章，是奉贡献哈、啊，是那一个贡献。让我决定我要跟他的原因是一个懂得付出舍的人啊。我相信，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凡有给人的，必有给你的，啊，源源不断，不只是在我们的自我们的呃工作的呃专业领域。 那他还是啊，很舍得哈、哦，去帮助很多贫穷的人。因为社会上有两种，是一种是想要成功的人，一种是他想要成功，他没有能力的人。好、哦，所以这个同时间呢，也是这样子的原因。这就是我一个最重要的。当他买了那个金果，因为我是女的嘛，对不对？买了一个金果的时候，哇，OK，我就决定了。 我就 OK 盯住了，我就想说哇，那我可以跟着这个很棒的领导人一起，成为更多的祝福，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下半场。我人生下半场要做的事，不是只有我的财富的丰收，我要成为一个有财有丰盛人生跟一个丰盛的人。好、啊，这、就是有一个有能力付出的人。啊，这个是我决定从一个消费者啊，然后开始啊，再从教会走出来。 啊！我要成为一个经营者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嘿，这是我必须要讲的。嗨，谢谢我。我还记得在应该好像就是两年前的六月份，那时候刚好啊，我去那那时候我要去参加表演大会，<对>而且在高高雄的一个表演大会。然后开车的时候呢，我路上就就接到我姐的电话，那我姐就说：“哎，有有人发 email 到他信，到公司信箱。” 啊、哦，然后说什么要加入会员什么的，那时候我就有点有点懵了，想说奇怪怎么会有日本人要找我？啊、哦，那后来后来我就看呃的呃，email 时候我有回复你，哦<对>回复你，那后来我们哦也顺利的加来，对，然后很快呢我就跟你敲定时间，我还记得呃很快的我们我就飞日本东京就跟你见面，嗯、日期我还记得七月七号。 对，今今天是六月七号嘛，所以对对对，其实我们我们认识还不到两年，还差一个月。对对对,对,<好>对。但但那时候我一直一直就是开玩笑说，好像网友见面一样。哦，因为其实我们也也没有那么 <laughs> 也那么熟，只是拼拼的一个 E m a i l 然后然后通讯软体、哦。但是我就相信这是一个一个神的安排嘛，我就就飞过去了。对，嗯、然后见面当。 当下那种感觉是很很特别的，但是觉得蛮蛮亲切的，<laughs> 哦，蛮亲切，好像就是<對>呃，好像一见如故的感觉。<laughs> 对，那后来就<對>我们也很快的在东京，其实那几天就很密集的约人谈，然后你又带我去日本，哦、呃，日本也约一些你的<阪>好到大阪、大阪、大阪<對>，然后见一些人。哦，<對>我就觉得李欣姐做事是真的是非非常的积极。 啊，非常积极，<laughs> 就是去的时候就很快的就认识很多人啊，嗯、然后也也去你的教会做礼拜哦、啊，在大阪那边，<对>就是你刚提到的，你就把自己的住住所哦、啊、的一个部分当做一个礼拜的地方，我印我印象是很深刻啊，<对>因为因为那时候礼拜的时候也啊也蛮感动的啊蛮感动的，<对> <laughs> <laughs> 我就要讲，我说这个哈、哦。 后来我就从消费想说爱用者对不对？本来想说 OK，就几个朋友讲讲。上次我的朋友是从澳洲雪梨飞过来，Teresa 从澳洲飞过来跟你一起见面，我们两个，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是很看重的。因为呢，呃，你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为什么我们我会开始想说 OK，我要开始从教会走出来，就是因为你来教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然后你哭了。<laughs> 你掉眼泪的时候，那个感动是让我最后的一个重重点是让我从教会走出来。啊，为什么我觉得容神一人呢？我可以在职场接触更多的人，把我生命的历程可以跟跟更多的人讲，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啊。因为整个职场就可以变成我可以分享我生命的过程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印记了哈，我们这基督徒都知道这是一个印记。 对，因为因为你要说你有你有分享到几个上帝给你的印记，<laughs> 包括那个杨子嘛，对，杨子好像对，你我听你分享说你们去哎去哪里玩夏威夷还、啊、是哪里？去夏威夷一<后>月的时候。一月，然后对对对，但那时候好像、嗯、好像上帝就有给一些启示嘛，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就是跟他讲说叫他要把他的店关掉，神要给他一个全新的一个一个呃领域，是他。 啊、呃，可以啊、呃，呃，就是吃喝快乐，就是他可以啊、呃，就是带人家一起去吃喝快乐就可以有收入的，<laughs> 对，对，就很多，对啊、呃，确、呃、实蛮蛮奇妙的，对，啊、呃，那,、呃、那但我知道说你很，那那段时间也是很投入在在宣教的工作，对，呃、那那后来是什么原因你愿意花时间重新的做直销？ 然后在立位可以这样坚持下去。我呃重新出来，因为我们在教会都是为人家祷告，因为我是宣教师，然后为人家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他们要祷告，一定是健康、经济、家庭关系跟人际关系。那我觉得每次都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那如果第一个他的环境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没有改变。 还有一点，没有人教他的话，好、哦，一定就会比较跨越会比较难，比较难。然后我最记得，上帝要叫我回到日本来，就是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报恩，那怎么报？就是把我的经验，找到需要的教他们，把我会做的事情重新做一次。第二个就是传承。 传承，那因为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就是很热心，可能是以以前我我一直在这个职校的领行业当中哈领域当中，我就是在这边啊、呃、一直来，我都是在这个环境，所以我跟人的接触，我喜欢跟交朋友，那所以我就是让我这一个从在教会里面，我就把它放大到外面去，然后我想说我在。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接触前一家公司我可以从零到自己有一个可以有权利收入的一个一个工作的生存力，那我是不是要透这一次的例会？对我来讲是更大的商机。他这商机不是只只带只只有收入而已，是他可以过透过公司的一个很有体制的 <coughs> 系统去帮助一个从不会。 啊，从不懂到懂，然后从不会到会，然后跟着公司的体制，跟着上线的跟那个系统下去做，然后就一个在一个有一个安全感的企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团队。好、啊，因为公司是一个大火车，我们上线的整个的文化这样带下来，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是，是我啊、呃、是很想要的，我就一直想要找到。 想要找这样子的公司一起来配合，不是凭着我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个人力量有限，还有呢能力也有限，更何况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点也有缺点，那只有透过公司的文化、公公司的整个的环境，然后呢还有上线整个的呃文化的思的整个的思想在整个的呃带领。 才有办法带出一个很庞大的，因从台湾从你的身上看到一个一个很肯定的一个成果嘛，所以我相信在日本的话，一定会也会一样的。对，嗯，所以呃，你接触瑞月之后，你发现瑞月跟你过去所接触的直销公司是不一样的吗？不一,不一样，不一样啊。 在台湾的那一家呢，那当然就是比较旧的一些、呃、制度嘛，好、哦，那就不用讲了哈，因为它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第一代的这种直销公司。那第二家的话，它是双轨，那它是注重产品，不注重教育训练。那我觉得教育训练是很重要的哈、哦，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好的教育训练，产品，你常常讲嘛，好的东西不一定卖得出去啊。啊 是要找给要会卖的人，那这个卖的人不是真的去做销售，是你这个是要会训练，然后在啊、呃、这家公司的好的体制下，第一个我觉得安全感很重要，立会就是给人家有安全感的，哈、哦，他觉得没有我我你看他的制度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风险，也不用投资，给自己健康给别人机会，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觉得很非常单纯非常真的一个公司，哎。 所以你呃接触这绿月两年时间，你觉得这叶公司是你你想要找的公司？那、啊、当然哦、啊，我觉得他是全家，<laughs> 我们全家这种产品呢、啊，都没有没有第二句话哈、哦，而且是真的是呃这一张脸就是可以出去开先，<laughs> 大家都看到我的产品吃的还不错，明年就六十岁了哈、哦，所以呢每一个人就会看到你就是一个产品的见证，还有一点哈、哦、是怎么样？ 你对公司的信心，人家哎，将、啊、心比心嘛，啊，人就是这样将心比心。还有最重要就是说，从你身上会看到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所以我觉得力会给我一个就是很大的安全感。之后看看得到未来，看得到未来。嗯、哎，对。哦，那但我们知道说你你待的是日本嘛？那日本是、嗯、对你来说，虽然你已经会讲日文，但是毕竟它还是会有一些日本文化。 那你在推广<对>推广瑞威这段时间，那会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挫折？哇，这个就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是外国人，虽然我的日文是讲一般叫做生活日文哈，嗯、没有办法站上台的，叫做生活日文，因为日本人他们会。 他们语言有分三种嘛，家家在家里的话嘛，平常在职场讲的话嘛，还有在讲生活的话嘛、哦、那一般你要在日本的话，你要站上台，你要讲那个叫职场的话，要讲敬语哈、哦。然后当然在日本，我刚刚进来呃例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其实前面跑了两三年的，跑了两三年的。那因为也是从一个马来西亚人先开始哈、哦，先开始，然后我们先东京嘛。那我蛮幸运的哈，因为。 二零一九年的四月为止、啊，哈，都还没有产品，他们好都还是到台湾或者是到啊、呃、那个新加坡去拿货、啊，哈。那我刚刚好我是七月加入，那七月加入的时候就去东京，已经有产品的，只是那时候还不能拿很多、啊，哈，只能拿四瓶。我想说，哇，我订我们订七品，怎么只有拿四瓶？那这个公司真的是哦，那个货业绩那么好、啊，哈，而且呢，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我，因为我还没有去公司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在呃 YouTube 了哈，还有我呃就开始有学习哈，开始有学习。那当然文化面不一样了，不过我自己知道哈、啊，呃，因为日本呢，我对日本为什么很有信心留在这里哈、啊，因为呢台湾啊两千三百万嘛哈，然后直销人口哈、啊，然后跟日本比的话，刚好日本是五倍。 啊，那刚好我呢在日本这段前一家呢，刚好我是从一个人开始做起来，我有一些的经验，所以呢，啊，我加入的时候我就我是一定会在日本经营的。那日本呢，我当我在接触啊例会，我看台湾的业绩那时候是第三大哈，然后呢，诶好像是做九十九十几亿的台币嘛哈，年一年嘛哈，那换算呢日币的话。 好、啊，差不多呃，一百、欸，诶、欸、诶，都两百多亿左右，那我就给他算三百亿好了。日本是台湾的五倍，那如果不用到七年哈、哦，我相信不用到七年，日本的话应该就是三千亿左右的业绩啦，三千到五千亿的业绩。那我所以呢，我我就是开始我就会思考，那如果这么大的市场的话，我要用什么的方式我来这边经营？ 然后我要经营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去跟日本人抢市场呢，当然就是日文第一个。当然我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可是当当当他进入到系统啊，一定是呃就会我们在讲，就是有的真的是会大鱼吃小鱼呀、啊，哈。所以你的教育训练真的是很重要哈。然后我自己也也是也也知道我是外国人哈，所以当然我在华人这方面。 公司是一直叫我们就是推广日本，当然当然我最近的日文呢已经可以上台演讲了啦呵呵。然后，可是最重要，我还是注重在这个基本功跟华人市场。所以这两年呢，因为刚刚在讲到一个挫折，就是 corona 嘛，新冠肺炎，这个是全世界的 s h 嘛。啊，新全世界的 s h 那全世界的可 h 突然间碰到这个疫情的时候是，是大家哈、哦、完全是完全没有适应力，是。 也刚开始，刚刚在日本呢，大家都还很很怎样，很很天真，想说没有关系啊，明年就可以了，飞机就很好飞了。我们还准备，我们还准备呢，那时候还准备去参加台湾的那个呃万人宴，哈、哦，我们还准备去参加万人宴。可是你想，日本叫做封城呢，对我们来讲，哦，就太秀可。h 我是去年，我是二零一九年七月份正式加入，八月份带团队回台湾学习。 台湾学习学习完之后，九月份正式冲九十十一上个月，哦、呃，冲到飞马。那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往下要扎根，要做基本功。十对不对？那时候验好你就过来，然后就开始来带我们。十就是十十一上的时候，十二一二三月就封城了。好、啊，然后三月份我们记得我们团队封的时候，我们还不管，我们还办两天一夜，带着领导人我们去温泉做。 啊、呃，训练哈，去训练。那时候当月份我们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哈，也是非常的好。结果就是大家都不能出门，<laughs>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用 Zoom，啊，用 Zoom 就开始。还好我就用 Zoom，而且我也跟公司建议，跟 Eric 建议用 Zoom。那时候我们开了精英啊、呃、会议，哈，那时候下课就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时候我就赶快跟 Eric 建议一下，用 Zoom 可以。 跟大家视讯，后来公司也马上很快的速度，然后开始架 Zoom，然后上课啊，大家因为不熟悉 Zoom 嘛，哈，然后我们团队呢就以前我们就用过用过 Zoom，因为想说我东京、大阪那其他的，像我在台湾的或是我在别的地方的一些团队要跟我见面的话，没办法，我们就用这个 Zoom 就可以聊啊，所以我们就蛮早就用 Zoom 就可以大家就可以互动，所以我们就定时定点的每一个礼拜。 我们就用 Zoom 来做啊沟通，还有大家就是上课分享这样子，对，这样子度过啊。因为现在日本是第三次的紧急事件哈、啊，那因为日本已经蛮习惯的啦，啊，封城归封城，自由活动归自由活动，只是这次台湾台湾比较可怕，啊、台湾因为日本已经蛮习惯的，因为我们是第三次了啦，第一次吓吓死人了，我第一次的时候差不多快两个月。 我们只下来买菜，好、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全部都入 o o m 哈，对，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出来，那公司也偷偷办会议，嗯、<laughs> 那第三次呢？我们前天三天前在京都，就是上次你们办那个、呃、慈善会的地方，我们办了三百个人的三星啊的、呃、那个沙密朵啊会后会，哎，所以你看看我们就是，而且。 大家当然是戴口罩、勤洗手啦。对，是这样。哎，哦、很多了。那其实我我刚开始习惯用日文，也是因为跟跟立新姐这边日本开会啊 <laughs>、哦。啊，现在對對對现在已经用很习惯了。对。那我我我们上说起在日本分享 p e t 菩提，好像不能讲见证哦。不对，不禁止哦。禁止。对，所以禁止讲。你讲的话，如果被拍照的话。 然后到公司去，公司会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就会取消你的资格，很、oh. 严重的哦。所以<对>，所以其实那你们没有办法讲像个见证的话，那怎么去推广这个事业？我们就说，呃，公司是叫我们说，啊、呃，你吃了就知道，<laughs> <laughs> 啊、你吃了就知道。<laughs> 他说，所以呀、啊，我们自己要吃的很好啊，你就是吃的很好。<laughs> 他就说、啊，你看看啦、啊，对,对。 因为基本上都是跟朋友嘛，哈、哦、那就是比较销售这个商机。那讲一下这个公司的理念，那产品的一些的主要成分，然后它主要成分是什么啊？你上上谷歌找谷，找谷歌，你找谷歌就知道了。<laughs> 啊，找谷老师就,就可以了。对，找谷老师，Google 一下，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啊、那当然大家都很小心呐、啊。对，哎。OK。 好，那呃，你来到瑞月，iga, 你觉得你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我来到瑞月学到最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啊啊、呃呃，更给自给对方时间，也给自己时间呐、啊，就是付出哈，付出。然后呢，呃，不要马上啊、呃，就是马上给对第一个就是不帮不帮对方马上算命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人刚开始他不怎么样，不代表他以后就不怎么样哈、哦。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呃，付出的人你会看到，抱怨的人哈、哦，他整个结果跟不抱怨的人的结果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自己也是开始学习哈，因为一段时间已经七八年都没有出来工作了哈，啊、呃，所以开始的时候还在适应嘛，还在适应，所以力会给我很大的一个一个啊、呃、帮助，就是说让我重新归零来学。 不管是我过去有什么经验哈，因为立会人哈，他还是要立例会的文化。他没有立会的文化呢，他沒他没有那种感觉。没有感觉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就是家说呃，有一点力不从心。刚开始哈，因为你会用过去的经验来做的话，我好像不太好，不太行。所以自己就是归零啦、啊，然后呢？ 认识自己，因为这个公司它你不做，它一一定会越来越大，好、哦，不是说一定要你做，你就就立会才会成功，没有，所以这个是要给珍惜的人跟看得懂的人。像我自己也是给我自己尝常常这样，我不做，别人也会做成功的。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今天参与例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然后呢，我要给人家的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一个呃影响？ 所以例会给我的影响，上线你给我的影响，接下来我要给我的团队是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不要让他，因为例会已经在这边已经没风险了，最大的风险就是人格风险嘛。你讲的话跟做的事情不一样的话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人格风险。所以呢，我在例会学到就是第一个做人哈，你要做说跟做的是要一样，而且呢，先把利益放两旁，放两边哈，道德放中间。<laughs>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世代传承的公司哈、哦。重要不是那种的，嗯，那我的话应该讲到这样的，应该有因为我，我我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在这边只要坚持，一定有我自己的舞台。那跟着你的人，他来这边找到第一个要找到一个生存力，他的基本功是一定要有的，好、啊，基本功一定要有。而且他走到哪边去，好，我我在这边呢，我蛮喜欢跟我的。 团队开玩笑，就像我呢，改天呃，立会要说要去开非洲，那我我去找一堆土人出来，我也可以做，<laughs> 这种的生存能力我蛮喜欢的。哎，对，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格风险、嗯、这个名词。<laughs> 啊，真的吗？<laughs> 真的，我第一次听到。对，啊、哦，对呀、啊，我蛮因为。 可能之前呢，哈，就是有一些接触、那、嗯、了解了，啊，所以为什么人家对，啊、呃，我们这种行业会有一点灰色地带？其实不是产品不好，也不是公司不好，是这个人他的起心动念，还有他所做出来的给人家看到的，好，因为大家都是外行的嘛，外行的刚开始就是因为公司很棒，那我们也不知道不会选择，所以选择是比努力更重要的，哎，嗯，OK。 那在瑞威，你有什么？你的使命感是什么？哇，我的使命感很多呢。那 <laughs> <laughs> 我的使命感，第一个，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难得哈、哦、来这个世界上来一趟，因为我我以后就不会再来了，就会到天堂。你来这一趟的时候，要给给跟你接触的人留下什么的印象？哈、哦？ 呃，我其实我被一一个一,一,一个故事蛮感动的啦，哈、哦，那就分享一下。他说有两个，呃，有两个有两个人哈、哦，同时间去世了啊，去世了。然后呢，呃，一个呢他是亿万富翁，非常的有钱。然后啊，一个教堂外面摆满了所有的最贵的兰花。然后它里面这两个半两个半一人哈、哦。然后呢？ 然后刚开始一进去就看到啊，这两个半的，一个就是牧师，一个是律师，哈、啊，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躺躺平的这一个人啊，就这两个人，然后他把他很剩下的财产呢买了那么多的花，然、啊、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教一个教堂呢，就是呢啊，那个就是每一个人手上就拿一朵玫瑰花，好、啊、玫瑰花，那走到这一个人的面前去。 然后他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很平很平凡很很，可是里面很庄严。每一个人把这个玫瑰花放在这一个去世人的这一个面前的时候，就讲他跟他的故事，就讲说：“哎呀，当我遇到你的时候，你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你怎么样影响我？就是一枝玫瑰花。”所以我觉得，当我哈，因为人都要走嘛。 我不知道而已。可是呢，我想大家来看我的时候，就这一支玫瑰花，然后呢，讲我跟他的一起相遇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个故事可以留在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很重要，哈、啊，因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哈、啊，他可以给人在这个未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他心中会对有一个留下这个感动，这就是我的使命吧。哎，那例会为什么我会透过例会？因为他在这边没有风险，他没有投资嘛，他这个给自己健康嘛，那么给别人机会嘛。那就是这种这种没有没有一些业绩压力的情况下，没有那种压力的情况下，唯一的什么？唯一的哦，我现在有有感动嘞。唯一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的使命是怎么样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圆你自己的梦，圆梦，创造这个梦想，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这是我的使命，因为我现在走人生下半场，所以人生下半场了。我跟日本讲哈、哦，上次上飞马的时候，突然就就叫我上去讲，那日我也讲不会，可是我学到一句话是蛮好的，叫做消费期限 消费期限，台湾也有嘛？买东西不是都有消费期限吗？对不对？那我我说哈，我哈，这个人生我要放在这个例会，但我消费期限为止，都要开始快乐的享受我的人生。嗯、<哼>然后在例会当中，把这个好的讯息，把这个好的产品，把我生命的这个好的经验，来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应该帮助的人哦，这很重要哦，因为他想要跟你一样。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好、哦，这个是我的使命吧？哎，嗯嗯，其实这呃刚,刚的故事，其实真的我相信对很多人的影响大，就是一朵玫瑰，一个一句话，一个故事，对啊、呃。所以我觉得呃，因为应该是信仰的关系，让呃立新姐在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啊，呃、<是>包括你的一些想法、好、呃、信念等等，好、呃、那。 可以谈谈说信仰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呃、我是呃，二零一二年之前四十九岁以前，全部都是啊传、呃、统信仰拜拜呀、啊、算命啊，呵呵当然就是就是恐惧害怕，不知道未来哈、哦。然后等到我呃信主之后，我开始去了解。 这是信仰，不是宗教，因为宗教是给人家束缚的，没有自由的。一个信仰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呢，啊、呃，我呢以前呢念经拜佛，念佛经不是不好，哈、哦，他当然是叫人家行善。可是佛经我看不懂，可是圣经的话都写这个故事，他让我看得懂，好、哦，让我就是有有一些的警醒。 也有一些的啊，也有一些预言，就是告诉你啊，你要走怎么样的道路，你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哈。那、啊啊、当然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人。然后我自己尤其有是在教会，像刚刚我讲的很多的故事，都是我从教会当中听到的哈、啊。因为他是叫人家走出去去帮助人，所以我的信仰是告诉我，你不要在家里企而行，你要走出去。福音是传出来的，例会也是做出来的。 来的他不可可能好运不会从天上掉出来，所以现在所有例会的成功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一步一脚印成功的道路都是走出来的。不管别人对你、对我们刚开始不认同啊，不配合，这正常的，因为他还不懂。所以我的信仰给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用爱心说真实、真诚的话，去帮助这个人找到他要的东西。所以我的信仰告诉我。 不要看到现在，看到未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人。所以我就不会去看，就是说我就不断的给，不断的告告诉他，立会在这边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平台，在这边去可以去帮助别人找到他的梦想的平台。所以我的信仰刚好跟我现在的职场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 match。然后还有一点，总裁给我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 哈、哦，他年龄跟他真的实力是不，真的不成正比了哈、哦。我们真的是对他太佩服了哈、哦，不是只有我们佩服，日本人也都是非常对他非常的佩服哈、哦。对对对对人的使命，对公司的使命，还有对我们整个的组织的使命，整个对直销市场的使命，好让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我的信仰给我就是一个根基啊。哦 回到原点就是一个根基，我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不偏离左右，因为我相信我的神呢会带领我走出一个正确的道路。哎，是啊。那呃，现在疫情期间嘛，那你带领的这个封镇团队，包括日本、台湾，有什么应变的策略吗？当然，我们这第一个先要配合配合政府嘛，哈，因为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啊，因为很多的未知数，那当然是要多吃产品哈。因为产品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刚好是免疫力的时代哈，要再生医学的时代。我们做对的，真的是我们真的大家真的都是先知先觉哈。因为日本有一本书，我都建议很多的我们团队呢去看。二零四零年这本书是那个微软公司日本的前社长写的一本书，里面唯一哈、啊，那很多很多的的都被炒淘汰。 很多的呃工作行业会被淘汰，然后里面的留下来就是一个叫再生医学。那所以恭喜各位哈，大家已经已经做到二零四零年，大家开始要流行的一个再生医学哈。所以现在的疫情呢，第一个我们先保护自己，我们呢加量的吃产品。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聚会当然就是小型聚会，公司也有公司，日本公司现在呢，我们都还有像做。 这样礼礼拜六的康轩就去了一百多个人，对，一百多个人哦。康轩产品发表会，那当然我们就是啊勤洗手，然后滴酒精，然后呢戴口罩，那大家是蛮蛮蛮注意的，好，蛮注意的。然后过来我们就是 Zoom 的会议，哈，Zoom 的会议，那加再加上配合公司，那我们也是也是有参会，就这样。那小型参会啦，小型参会就是呃用小型参会，那大家可以比较可以控制。 哎，hey, 这样子，这样我们的 Zoom 的会议也谢谢上线啊、呃，现在让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台湾的那个 Zoom 的学习哈。我们不止在参加日本的带日本人去，带日本人去参加公司的，然后我们的华人我们都可以参加上线啊、呃，您的团队的啊、呃、那个 Zoom 的会议，所以我们是一鱼双吃。嘿，对，谢谢。OK，好，那在一位呢有没有呃特别想要感谢哪一些哪些人？ 有啊，我感谢人非常的多哈、啊。第一个当然是要感谢我的上帝哈、啊，来给我找到例会哈。啊，在我人生哦、啊，人生我都三次，我的第一次是被小偷偷偷偷偷光了东西，才知道要找一个没有风险的一个工作就直销了。第二个呢，是我被我的股东背叛的时候，完全没有没有，又让我找到第二家直销公司。第三个是我人生的第三个最后哈。啊 啊，在我要转型的时候，哈、啊，然后找到例会，可以让我这边哈、啊、如鱼得水哈、啊，那很轻松的可以在这边分享我的生命的历程啊，一个我的上帝，第二个那当当然感谢公司啊这么好的平台，那台日本的 e r i 哈，他真的是很照顾我们哈、啊，那他啊台湾人嘛。 们、哦、还有特别照顾我这个大妈，还有我们的团队哈、哦。那重要那就感谢上线咯，没有你呢，我们我就没有这么好的优惠待遇哈、哦。可以在日本这一边呢，可以这么好的，可以跟公司的呃领导人跟高层呢，我们可以透过第一第一个消息跟跟我们的呃团队啊、呃、传达。那最重要是谢谢啊、呃，认同我的所有的我的啊、呃、丰盛团队的我所有的家人哈。哦 为什么是家人？因为谢谢你们认同我哈，啊不嫌弃我的个性哈、啊，有时候会比较急躁一点哈，啊讲话大声一点哈、啊，还有不嫌弃呢，啊我是一个啊刚开始想要开开始出来学的，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那当然我会啊全力以赴的帮忙，然后呃、啊、大家一起来朝着自己的梦想和自己决定的一个计划啊，顺着这个啊上线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 以，所以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啊、呃，可以来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机会付出的人。谢谢。呃、那接下来有有什么想要完成的目标吗？哎、啊，有啊，当然啦、啊，我也要成为你的一环啦、啊。不是？虽然我的年龄在这里，可是一环，对不对？我也一环、两环、三环的，这个大家都想嘛。<laughs> 那当然了哈，啊，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都有哈。那我们这边呢，因为啊，本来整个是二零二零年的这个那时候呢，整个刚好要起来哈，那碰到疫情，我觉得上帝有他的美意啦，啊，有他的美意，给我们自己就是回归打基本功啦。 基本功打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跨越的时候。那当然，今年就是有很多的伙伴，日本的伙伴，他们就是朝着孔雀跟啊、呃、那个凤凰哈迈进。那当然，我自己就是我当然是你的一环了，这不用讲。对。<laughs> 那我们的基本功在这边好好的做，好好的做。那等到呃飞机飞的话，当然就是欢迎，一定我的。 我现在台湾团队的人呢、啊，他们、啊，呃，因为真的是我对我们台湾团队的各位啊领导人跟伙伴呢、啊，说声对不起哈，都没有办法回去帮你们哈。不过你放心哈，我在这边为大家预备一个更大的市场哈,哈，因为我懂日本市场，在这边我非常懂，因为我在这边呢是从零开始做起来的。这一次再进来做的话，我是很有信心进来做的哈，我不急，我积极，我不心急。 所以，我在这边呢，我们是要好好的啊，把一个系统做好，一个系统做好，把我们的啊非常棒的一个忠诚的领导人帮他培育好，然后。 刚刚好，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是开始在调整我们的脚步，然后呢，也开始跟着公司的整个的策略一起在在做哈。因为最近日本呢，他真的是从我第一个上了飞马之后哈，啊，我上了飞马之后的半年之后，他们春夏他们就开始上飞马哈。整个呃，二零一九年我第一个上飞马，然二零二零年他们就十五个上飞马了哈。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破窗定律很重要，一定要破窗。 啊，破窗一个窗户破了，啪,啪啪啪啪啪，就一直破掉，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做，谁来做呢？是不是？自己要勇往直前，哈、哦，这是蛮重要的。对，所以我要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哈、哦，让我可以有贡献的机会，这样子。所以这个贡献的歌，又听的又掉眼泪，哈、哦，真的是我们总裁真的是太窝心了，哈、哦。从第一首歌到第四首歌，我们每唱都是每掉眼泪，非常棒的，嗨。 嗯，对，就是因为丽新姐的破窗破窗定律嘛，让啊刺、呃、刺激到当地的日本人呐、啊。<对>我否则其实<对>日本其实发展一段时间一直没有飞马领队产生，哦、呃，<对>那就是因为丽新姐成为第一个飞马领队，在日本，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内心有很强烈的想要赶上的那种。 当然啦，第一那呃 <laughs> 对，不好意思，是插话。嗯、呃，对，呃、啊，了解。OK，好，那呃，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线上的领导人勉励的？勉励的话，嗯、啊，哇，我最后写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也是鼓励我自己，那也是鼓励各位，我们共同来啊、呃，鼓励一下哈。我觉得突破突破逆境。 就能翻转人生啊！尤其现在在疫情当中，其实呢，修正自己不是修理自己，很多人都会修理自己，自责不需要哈、啊。你要修正自己哈、啊，啊，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有那个应对的能力，要训练自己有耐挫力，这个耐挫力很重要哈、啊。然后不要放弃信心哈、啊，要不间断的努力。 懂得用同理心来践查人心，要用有温度的人，要用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那跟人家互互动。好、啊，危机可可以是阻碍，也可以是一个商机。好、啊，是一个商机。好、啊，我们日本话就聘请 n 我呛死，就是说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哈、啊，你当你被拒绝的过程当中，是训练你自己是跟人家哈、啊、沟通的能力。 所以你要正视，用正正确的眼光去交心呐、啊，跟别人是交心。好，要是练练这个交心的功夫啊，不要是看到人家跟你拒绝就有挫折哈。然后呢，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当中，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说，当你面临这个挫折来临的时候，不是叫做挫折。 是教你怎么样去面对挫折，去跨越挫折，帮助你成为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哈，所以呢，啊、呃，危机就是让你有正面的一个价值，对你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跟意义。危机带来修正错误，而且也是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方向。 还有一个新的扩张哈、哦，你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到看待逆境的时候，现在是这样子，啊，因为呢，Corona 啊，就是这个病情对我们来讲，去年我们大家也是挫折，所以这个逆境跟任性，啊，我常常讲打不死的蟑螂，为什么叫打不死蟑螂？因为它哈适应能力很强的，蟑螂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活得最久的动物，不是不是？为什么适应力很强啊？哈、啊，所以呢？ 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逆境的时候，机会的大门就开了、哦。啊，勇气来面对呢？勇气，用勇气面对啊、呃！人生的一切挫折跟逆境，翻转人生的处境，就会带来生命的那个呃，就会带进你全新生命的层次。所以，虽然我呢明年要六十，可是现在我的心呢是二十，对不对？因为我们吃了鹿胎盘。 帕提亚越来越年轻，那我的心态也是越来越年轻，因为我要不断的向我另外一个层次挑战。所以，当我们学会跨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提升我的生命的层次。愿大家共勉之，谢谢。哦，感谢感谢丽新姐跟大家的分享。<laughs> 哦，所以呃，在借由线上哦，线上也有哦一千多人的掌声了。来谢谢我们丽新姐的分享。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呃，所以我，我呃刚,刚分享那么多，我就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呃，我我记得在那个心理医杂志里面最后提到，就是在呃认识立欣姐，好像就是那个阶段啊、呃，还是那个时间，反正就五月五六月份、呃，认识之前，哦、呃，那我在高雄的住家对面那时候有一个咖啡厅，啊、呃，啊那个、咖啡厅常常很多的。 牧师在那边聚会，哦、啊，然后有一次说明会结束之后呢，我就去那边，哦、啊，那老板娘也认识很多牧师，就是见面，啊，然后那时候一个一个牧师很热心的说，哎，要不要帮你祝福祷告一下，啊，帮你祈祷告，啊，我说好，后来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边祷告就看到一些画面，啊，就一些意象，啊，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他说。 第第一个，他看到我在一个湖面钓鱼，哦，<laughs> 对，钓鱼。但是钓鱼的时候，啊、呃，我是穿一个很轻便的服装啦，然后前面有带好几个鱼然后、啊、那钓鱼的时候呢，鱼竿是没有碰到湖面的，可是鱼自己跳跳上来，哦，跳到那个鱼篓上，鱼篓里面满满都是鱼。<laughs> <對 S 1> 哦，这、就是他看到一个画面。那后来他又看一个画面，就是，呃，我穿的比较正式的服装，然后。 坐飞机飞来飞去，呃，然后很多的呃男女老少哦、呃，有有来跟随，然后我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导师，啊、呃，<对>就看到这两个画面，啊、呃，其实那时候我想想，哎，为什么我跟那个牧师不认识，他会看到这样一个意象，啊、呃，就后来没有没有多久，立心姐就出现了，哦、呃，那我就我蛮感动的，因为我就发现原来立心姐就是那个自己跳跳进来的那条大鱼，啊、呃。 啊，那但我觉得，嗯、呃，凡事都有他的一个神的一个旨意啦。哦、啊，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对>刚刚李新姐有提到说，我我第一次去那边做礼拜，然后后来会后被被李新奇给 Q 到台上去分享。哦<对>、啊，说实在，<对>我在瑞威应该有九年十年了，应该说从来没有在台上掉过一滴眼泪。哦、嗯，可、啊、那一天在呃李新奇的教会就是。 呃，蛮蛮感动的，应该是甚的感动啊，有分享一些内容，哦，因为呃，当然我觉得因为工作关系很忙碌，但是信仰这一块，我觉得是呃，永远是存在心中的，然不管你的时间怎么分配啊，所以我那时候很直接的感觉，甚至感动，觉得是呃，神引领我到日本这块土地，哦，跟立新先生见面，好当然。 <对>可以借由瑞的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呃，认识认识主、认识神，好、啊，或是接触信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呃，应该有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啊，所以我，我我跟丽新姐配合算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对>啊，然后，呃，丽新姐也常常就是，呃，把除了工作之外。 哦，他平常也是在不断的去分享这样一个神的话语，哦，我觉得、嗯、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挫折，那其实信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如果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态度的话，当然你面对很多事情你是可以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去迎刃而解。哦，但是如果缺乏信仰的话，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会比较用负面的。 态度去看很多事情，哦、呃，所以我觉得立新杰的团队很棒的原因，也是因为呃，在他的这样的影响之下，哦、呃，很多人除了找到健康，哦、呃，然后找到事业、找到财富之外，也也找到了、嗯、也找到了信仰。信仰，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呃，立新杰来到瑞威一个很应该算是最大的贡献。啊、呃，嗯、尤其在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很多人也没有什么信仰，我觉得确实有需要把这信仰去发挥。 发挥给更多人知道。然后我还记得，好像李新姐去新加坡第一次跟总裁见面的时候，李新姐跟总裁讲了一些话，我也是看到总裁的眼神哦，似乎也<对>也快落泪，有被感动到。<对>所以，所以其实呃，信仰力量确实是非常的伟大。好、哦，所以今天啊，再次借由大的掌声啊、呃，谢谢我们的日本的飞马立新姐。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呃，这礼拜四的话，呃，我们豪生有约呢，将会邀请到一位大领袖。啊、哦，那他曾经是呃做工程的大老板，业界都称他为范董啊、哦，范董啊、哦。那如今呢是我们的飞马领队伍范明俊啊、哦，范董啊、哦，我们邀请他来跟各位见面，所以敬请期待，千万不要错过。 哦、所以豪生有约，礼拜四早上见，好，拜拜，谢谢、哎，再见，谢谢立新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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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